这一台比较贵啦，啊，懒得去把那个小怪手开出来，哦，啊，藏在里面，藏在里面变不好掉了，对啊，移这一台，当时想说可以拉出来就好了，哦，可以拉出来就好了，对啊，啊，我已经拿一条带子在里面绑，哦，然后那个要输蛋，我提一条绑给你，啊，唔知打我。我已经来摕一条去绑啦，我拄对你来抢一条去绑，先绑你等你去的时阵破，你就安尼，好不好？应该有够吧？沙鹿那边的营造，对啊，对啊，他就叫那个帮他工作的来摘，然后看说看看不行呗，然后说自己摘，哦，对啊，本来有给他估，他说他就打算自己摘，他自己摘就自己来，他刚好约今天呗，来就搞不动，对啊，他看了说不行呗，不行也没办法勉强人家，我们哎呀，自己好，你总不能冒险进去，等下叼住你麻烦你，反正搞到自己。还好他刚好有空，刚好他也没出车啦，就请他帮 他一下。刚好有空，找不到人了，找不到人。啊，有时候，哎呀，跑出去也没办法。对啊，对，有时候跑出去也没办法。你在唱一看广告，看见那小蜘蛛，哎，怪什么这么呢？你看用个哪一个单刀放两点？啊，我进来是香港鬼。鬼怪，鬼都怪。我本来想说要少年的来处理用鬼。哦，他没有，他去上课。哦，他去上课呀，哦。哎。我想本来都他在开着啊。哦，本来咧开入去，开袂入去，弄唔弄？哇，伊唔敢冒险，老板在调调位。啊，细条。咩嘛？咩哦？他入去哦，你挂单，你挂要单啊？三栋外搞落就软安尼啊！哦，这声啊水光，无板凳。
这张啊。土卡应该卖啦，因为嘿，请假。哇，这张树啊，呢都价值啦，哈哈哈！哎呀，呀呀，四件。他要这样勾着掉出去关的，较关的，伊讲咩？就爱抱 YouTube 叫来个欣赏，
他较悬的哦，路条。
那么细台。哎呀。啊，无安尼爬袂起哩啊。对，我也无。哈哈哈。啊，只要痛的最冤枉了，痛几次就爬起来。哦，系啊。哦。哇，吊这张树啊，计大概三台吊车，啊，不会发的。买一张尔。哦。伊咧在遐。高雄发的。啊。高雄。伊个嘿。在车的树啊，落开迄落。啊，搞好伊啊翕相，啊去业主遐啦。哦，迄是假吼。2点外啦，嘿，要一点啊？要一点啊？系啊。我叫2点外是吧？哦。
开后盖去。后边开啊。啊。后边开啊。就安尼杀多啊，拿两支尔，你袂晓。哦。会啦，那两支我知，甲怪兽同款未？嗯。哦，来开看卖啊。这两支啊。系啊，哦。其他卖蒙着多。往前推。哪里路啊？哎，龙岗山啊。我这边放。先两支往前，初体验。我啊，我啊，迄玻璃椅啊，迄有玻璃，迄两地迄玻璃啊，我啊，系啊，啊。好啊，你开啊，快来个玻璃买去。玻璃啥买？哦。